主是一位做新事的主，祂能够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更深的来到敬拜祂，更深我们的方面，主更深我们的心思，更深我们的意念，主我们很想更深的来到认识祢，主啊圣灵你再一次来到充满我们，将我们一切的重担，我们一切的忧虑，我们一切的安排都掷低，主我们今天单单去到你的跟前去敬拜赞美你，父啊真的容让我们今天我们真的能够一无挂虑的在你的跟前里面去欢喜雀跃，去敬拜赞美你，因为单单唯有主你是配得我们敬拜赞美，主我们今天愿意与你面对面的相见，主啊，你今日求你嚟拥抱我哋每一个，放我哋亦都拥抱你嘅耶稣。主啊，我哋需要你，因为你就系我哋嘅生命，你就系我哋一切所需，你就系我哋嘅所有。主啊，我哋一无挂虑，我哋单单嘅去敬拜赞美你。主啊，我哋多谢你，主啊，多谢你咁爱我哋每一个。耶稣，唯有你系配得嘅，唯有你最爱我哋嘅。我将最大最大嘅掌声系献给俾你。哈利路亚。
主啊，你就系嗰位圣洁嘅君王。主啊，你今日就系想单单得见你嘅面。主啊，唔好容让我哋嘅生命有任何嘅污点，能够去得见你嘅面。主啊，你今日每一个单单嘅嚟到你嘅跟前，只系想去学想你，想去见到你。想经历住，但我哋准备好我哋嘅心未咧？你嘅心在哪里？让我哋今日再一次将我哋嘅心献上俾我哋嘅主，我哋用心灵同诚实去敬拜我哋嘅神。Thank you.
主啊，我哋能够靠咩咧？我哋冇嘢可以依靠，唯有你啊！
因为你就是那位永不改变的神。主，我们多谢你看顾我们每一个。主，我们多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里面都做着奇妙的事情。主，你最伟大。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你对我们不离不弃；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扶持我们；当我们走歪了的时候，你拉回我们去正轨。主，我们多谢你。主，我们今天在你的殿的当中里面，我们只想单单仰望你，去仰望你的荣美，你的能力。主，我们单单想见到你。主啊，你就是我们生命的泉源，你就是我们的一切。四周都好像幻影，唯独你是真实，是永不改变的。主，我们多谢你。心思令我欢欣喜乐一切。
主你越流，哈利路亚，神啊，你越流。主，你叫我哋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感受到咧，同神我哋讲，我哋唯有嚟到选择激烈嘅嚟到爱佢，因为喺末有嘅日子会有逼迫。如果喺而家呢个时候，我哋都唔选择激烈嘅嚟到爱佢。我们不再能够站在中间那里说又爱神又爱这个世界，祂只要将我们分辨出来，分辨为圣，真是单单的为到祂而活。我们都继续花一些时间，主说我们很想单一的为你而活。
哋好想为你而活。主，你话你胜过我哋一切嘅软弱，胜过我哋一切嘅仇敌。主，你话我哋能够得以昂首高过四面嘅仇敌。主，你话你喺十字架上面所成就你嘅宝血系能够足够使到我哋得胜。主，就喺末后嘅世代里面，我哋能够站起嚟话主，我哋单一嘅嚟到爱你。主嘅呢个系你嘅呼求嘅，让你真系从心里面嚟到呼求话主赐俾我哋力量。浇灌活着为要来到敬拜你，来到荣耀神你的名。主赐力量给我们，赐恩典给我们，叫我们单单为主你而活。是主叫我们不爱这世界，效法这个世界。主叫我们爱神的心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多谢你，多谢你，我们能够如此的敬拜。多谢你是你的爱激励我们，多谢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你。 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Amen。 让我们跟隔壁人说，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我们的主。 Amen。 活着是为要敬拜我们的主。主真的好，在第一堂的信息里面，我很深的感受到主跟我们整个教会来说，真在末后世代里面，我们要更加激进，我们要更加激烈的爱耶稣。因为如果不是，我们就被这个世界，我们不能够又爱神又爱这个世界，我们真的单单要独一的来到爱祂。 Amen Amen。
我想咧先嚟到欢迎一下喺我哋当中有冇咧嚟到嘅新嘅朋友咧，可以让我哋认识你啊！今日第一次嚟到我哋当中一齐嚟到敬拜嘅，可唔可以举下你嘅手咧，让我哋认识你？我知道嗰度有一位系咪啊？系啊，唔使拍手，举一举手，我哋咧好想有一份纪念品咧嚟到送俾你啊！有两第二位，感谢主。第十系啊，呢边都有，感谢主，让我哋发挥咧我哋嘅热情。We also would like to welcome anyone who is here with us first time. Would you like to raise your hand and we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 Anyone is here first time for us? 好，感謝主，感謝主。好，讓我們預備我們的奉獻的時候，一起來到讀馬太福音六章十九至到二十一節。好，讓我們一起來到讀。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受壞，也有賊掘窟窿來偷。只要積攢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受壞，也沒有賊掘窟窿來偷。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哪裡。 Amen。 這裡講到儲錢其實是非常一件合理的事，但耶穌所強調的是我們如何來選擇為自己，究竟我们为自己来到积攒财宝在地上还是在这个天的上面呢？这里讲到地上一切的财宝都是暂时的，会有虫来咬，会受坏的，并且是危险的，会有贼进来偷的。但是怎样才为之积攒财宝在天上面呢？在之后几章有一个富有的少年人去到问耶稣，耶稣就这样答他说，如果你想完全，就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必定在天上会有财富，并且要来到跟从我。天上的财富的定义就是说，我们用我们地上的金钱，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来到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祝福其他人，来到奉献给其他人。约翰卫斯理是一个很懂得奉献的人，他有一句的名句，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听过，叫做 Gain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give all you can。 意思就是尽你一切的所能来到赚钱，尽你一切的所能来到储钱，并且尽你一切的所能来到奉献。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呢，当他在英国牛津读书的时候，他呢当时工作的时候，他当时赚30磅英镑，他呢自己会用28磅，用2磅来做奉献。当他加了人工，去到他有60磅英镑的时候，他自己依然是用28磅，用32磅来做奉献。跟着他又再加人工，去到他有90磅英镑，他依然自己是用28磅，用62磅来做奉献。今天同样我们的生命，同样能够经历约翰卫斯理经历在圣经里面一切的人，他们的丰盛就是他们愿意，当他这样给出去，愿意奉献的时候，我们能够经历这个的丰盛，经历神一切的供应，经历神能够使用我们的生命来到祝福其他人。在晚年的时候，约翰卫斯理这样有一句的名言，他就说，我算是什么？上帝藉着我的生命将几千万磅来到去祝福有需要的人。愿意我们同样是成为那个有福的人，让我们一起来到祷告。是主，你教导我们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面。是主，我求你让我们有这个乐意奉献、奉献、捐献的心，叫我们在你的面前，在天上面的财富是能够存到永远，叫我们所建立的是金银宝石，不是草木和鸡，让我们尽我们一切所有的来到奉献，来到去祝福有需要的人。主，我们多谢你扩展你自己的国度，用这些使用这些金钱。多谢主，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